今天要教给大家的是战斗机75如何玩好强袭手这个兵种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每升一级都奖励些什么卡牌。强袭手呢是增强型的兵种，它以前是很弱的，后来呢行动器改版了之后就变得很强了。它是专门玩手榴弹的，伤害非常的高。当然了，大招呢也可以击退敌人啊，增加 50% 的伤害。被动能力呢可以抵抗 50% 的爆炸伤害。那么呢这技能卡该怎么带呢？这六张卡呢是我常用的卡牌。首先呢致命准备必须带啊，这张卡牌非常的有用啊，它可以安装六个额外的手榴弹陷阱。接下来手榴弹精通可以增加 200% 的伤害，而且呢爆炸范围增加 50%， 非常的强。还有就是手榴弹容量可以额外的多带六颗手榴弹，也就是总共带八颗手榴弹安置八个陷阱。就拿超载这个地图来说，装配机呢它是有个安全区的，在这个安全区里面是不会刷怪的。那么呢你就可以在每波开始之前呢在指定的位置安上手榴弹的陷阱，这样敌人一出生呢就可以立马击杀掉，非常的有效率。如何埋陷阱呢？非常的简单，你瞄准之后呢按 F， 如果是手柄的话就按 B。 每个地图呢埋陷阱的地方是不一样的，而且呢装配机也会影响到敌人的出生点，也就是你多玩持久战，多观察一下敌人的出生点在哪里，你就知道该在哪里埋手雷了。好，接下来给你们看一下实际的效果。好，时间快不够了，先回家吧。是不是非常的爽？左下角呢都被我的手雷刷屏了。那么呢现在这一波快结束了，我就可以埋手雷啊，继续去提前埋陷阱。我也顺理成章的拿到了 MVP， 伤害真的是非常的高。你可以看到在大师持久战50波我总共打出了800多万的伤害。如果能量比较充裕的话，记得把伤害升到满级，这样你的手榴弹就有 250% 的增伤，手雷呢也是可以把哨兵给炸下来的。还有个小技巧呢，是女兽人她怕火啊，所以说只要买火焰雷疯狂的丢就好了。抓毒兽呢她也是怕火的，直接用火烧就行了。打女兽人最快的方式呢就是爆破专家或者潜伏者。好的，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喜欢的话就点个赞加个订阅哦，也不要忘了点击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，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到最新的视频了。好的，那么呢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